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才会当救台湾。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才能够救台湾。好，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我用支持的，咱今晚倒转第三段，又完甲咱吴国安老师共同过来啊讨论这个啊二二八的诶这件代志安尼哦。咱算算的讲，咱啊台湾人哦，伫个这个国际上今嘛吼，咱有影迄叫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啊。啊，人讲啊，你哪会无国家？啊，你家己无爱？啊，你哪会无国家？啊，你就无材料，有一个国家的人，互人看甲足无目的。啊，那迄个美国迄讲哦，你们还没有准备好要成为一个国民。嗯、好啦吼，咱即下阁继续阁来讲嘿，啊，就熟悉就安尼。对哈、啊。啊，你我咧讲日本人哦，以韩国的韩国人的迄、那个眼光来看，或者讲别国啦吼。哦来比较吼、哦，日本人欠台湾人一个、一个遐，一个债就对了。对。台湾人日本人统治五十年，吼、哦，啊，实在讲起来，台湾人是真心替做日本人就对了。对啊。啊，但是做日本人总是也有反日本的这个，吼、哦，就是讲我。反共的心啦、啊，为这个乱。迄落聊天顶开始带一寡抗日的技术安尼啦，但是毋是普遍性的，嘿。哦，就是总算咱台湾这些分子嘛是有台湾本土，有啦，而且情怀的对啦。对啦，对啦。啊，就是讲你日本战二次大战吼，台东啊战争的末期，你日本去充分发觉讲你无得台啊，你会投降啊，你会投降以前吼。你安怎拉无甲台湾？交代好势。唔，甲台湾斗争取一个台湾人的将来利益就对啦，吼、哦。日本人无做啦，日本人安尼统治五十年好好啊，一个小台台输咧，咱就讲鞋仔卡咧，我就转去啊，就放你台湾，看你要死要活，无我代志啊。就日本人当然是采取的态度。个人的心智也不传，是甲这个蒋介石政府到香港来统治台湾的咧，吼、哦啊。所以讲日本人在迄个过程，吼、哦，对台湾是有无啥迄落地的啦，吼、哦。啊，咱是按照讲咱有一个比较啦，有一个比较上迄上好比较咧，就是讲，或者咱诶迄个东南亚吼，印尼，印尼的独立啦。印尼这个国家即摆好势溜溜啊，吼、哦，好势溜，当然我一个足好势国家，吼、哦。啊，你印尼的独立，吼、哦，都得到日本的帮助了，对啦，得到日本帮助。印尼当然是吼，和荷兰人殖民的时阵吼，因个人是有这个做要脱离殖民、要独立的迄个运动伫咧啦，这些运动伫啊。啊！这运动激烈了后，对吼，就是甲大战发生的时阵，对吼，大战发生的时阵，即个独立运动啊，独立才是什么态度？哦，是甲荷兰合作吗？好、哦，甲荷兰合作，甲荷兰政府合作，合作啊！要求讲吼，如果战争来结束，来，吼、哦，他一等迄落，趁这个机会独立就对了，但是无偌久，印尼拢去予日本占领去啊！日本占领去了后，在印尼的这个叫做反共军吼，在独立派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独立派的人，原在徛喺西方的立场，参加游击，抵抗日本人啊！抵抗日本人啊！哦，并就是日本人的敌人就对啦，抵抗日本人。但是日本人甲是这个战争危机吼，啊，载袂掉啊，知影讲会输啊，的时阵，日本人回头来培养印尼的独立派，培养印尼的独立派，要让印尼日本来投降，要让印尼独立，唔通搁这个荷兰人摕去啊就对啦。对。哦，日本人也尽量啊，蒋介石的这个做。南方或者最高
这个司令部啊什么日本那个迄、那个亚美达亚美西达，哦，三峡，三峡，迄、迄、那个有一个迄、那个做绰号，哦，有一个外名，今天讲叫马来之后，这日本这上这大将亚美西达将军，哦，亚美西达将军，我有一本伊的落册呢，描写伊的册呢，对吧？这亚美西达将军吼。啊，甲伊即个做南方诶军事联部这个指挥官，哦，铁老子吼，伊着积极联络在吼独立派，希望因赶紧独立起来，日本要投降啊，要独立起来，帮忙的，甚至甲伊迄个军力、军械，吼、哦，武器对啦吼，啊，移交秘密移交做独立派啦。他要意思一个社会上来，他怎么没对我们台湾这样？对，他做这个来，他还去帮忙上街石啊，害台湾人。日本人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台湾今天也是一样，台湾是反日本，他是到以后台独运动什么，都是这样，派系，很多就对了，旧田不清啊，派系很多啊，一个怪一回，啊，就搁散去，就搁安尼你说的，所有这个吼，这个反抗运动拢是会产生这个问题啦。因为反抗运动较弱势较少，啊弱势了，诶，迄个散落咯，意见咯，多端啦，吼，无一个统帅出来，啊，所以是这个印尼的独立这个过程的吼，因嘛是欠咧台湾共款咯，你教个。花甲伊个独立派的人哦、喔，一直要组织一个印尼临时政府，做袂起来，做袂起来。话你，就我反对，我就有你反对。对对对，大家拢有意见，大家意见拢理由相左。做袂起来，做袂起。迄阵啊，对吼，日本人就确实会投降啊。日本人南方军政府哦、喔，就去找斯卡诺，斯卡诺一个。斯卡诺内底反抗军内底可能一个较头土头啦，啊就电龙帮助斯卡诺去组织这个政府起来。印尼组织这個政府起来，宣告这个政府成立迄日，就是日本人投降迄日了。就一拜一拜啊，啊无。投日本人，甲日本人投降，国父将无宣告，都无去啊。未使啊，人嘛是穿过去，啊，得了日本人个帮助。对，啊，结果人日本就，咱印尼人即马就一个国家。嘛不是安尼，嘛不是安尼。安尼就无。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退去了，后来拢去嘛。后来拢大军都过去嘛，过来，搁占这个。殖民地再恢复殖民地啊。是迄个时阵，因为伊有一个中心啊，有一个印尼共和国诶，这个政府诶，这个成立的中心啊。对。所以内战，伊就揭啦，就讲荷兰人战争啊，开七八个月荷兰人战名伊输，哦，荷兰人都甲伊历史大战的时阵，大家伊原来家己也疲劳啊，家己也亚胜啊，荷兰人才，才乖乖啊，走，乖乖啊，同意吼，印尼独立了，就是讲迄个结果是日本人帮助的啦。啊，咱这边的想讲，啊，台湾当然是日本人太无甲台湾人帮助啦。是啊，这是咱的想的，我日本人亏欠台湾人啦吼。尤其咱台湾，你看提供予伊五十年的，伊虽然讲伫只有原来有建设，安那，予伊安尼讲，伊予伊伫只实民，予伊伫只迄落种种，这应该伊头一个考虑的，应该爱台湾的，因为伊要向全世界讲哦，宣布讲伊有法度来实民一个都市要将咱台湾啊当做这个模范的迄落所在，啊，结果伊哪会拢独独放杀咱台湾？对啊，啊，就这个将来是啦吼。啊，有时啊讲，咱讲话吼，咱台湾人容易甲家己失败讲予别人。是。讲啊，说你个安怎，我才会安怎。哎，对。咱容易安尼，而且咱喜欢台湾，讲日本人当该时哪有要安尼做吼？伊要叫啥个？对啦，问题就是出伫个遮啦。咱多来当该时无迄个台湾独立。迄款的思考的迄款迄落运动的团体啦，无啦，对啦，无迄款啦。啊，总共有嘛安尼，一三两个也唔正物啊，安尼
所以哦，古未大趴火啊。所以有一说讲哦，做这个安定哦，安定中岛哦，迄阵啊，日本大陆要甲台湾中岛了，就讲未通啦。嗯。因为台湾大概是无这款啦。嗯。好。嗯嗯。啊，但是是战后日本投降了，确实有、嗯、有这款运动走出来，就是我咧讲。烤饼吼，那个果汁土，那个那个蒸，那个蒸银针啦，哦，那料应该是搁个，搁个买针，搁个买针了吼，啊，就是讲银针人哈，啊，甲一部分，迄阵啊，是台湾啊，无彻底等于日本军人，嗯，日本的少年军官吼，嗯，我一开始讲，即摆来讲讲这校级啦吼，还是位级的少年军官。有一部分咱少年军官哦，伊讲日本的投降啊，啊，阮无爱回去啊，无爱回去啊，我们要做台湾人啊，啊，用阮的军力要来保护台湾啊，啊，要让台湾独立，哦，这人啊，要求安定，要求日本总督安定啊，但是安定当然是会入场啦吼。咱遮咧讲讲安定，要甲台湾创独立吼，是咱即摆知影迄当时迄个安定啦。哦，安定吼，那照说讲，阮是迄当都安尼听，啊，但是后来我就讲说即号做南面吼，南面就直接在迄个当时是我咧复兴的政治复兴的人啊。所以伊是讲安定是无赞成啦。哦。等到对外讲安定无赞成啦吼。我安定接了高金富啊，甲这小众军人这人的建议啦，要当独立啦吼。讲安定本身是无赞成，啊，安定有答复因这人讲，啊，这恁几个人在哪里？对对对，人数上少，无恁的全民无共识啦，看袂着嘿。啊，你台湾人全民唔知意见变安怎吼？无都。伊要调查看卖了，对啊。嗯，啊，你调查到年纪未轻吗？唔是年纪未轻，入去都有啊，几个头个新书啊，哦，你甲问者啊，结果讲无人赞成啦。哎，当然无人赞成。有影死命。无赞成个时阵，这个安定才讲啊，这都无迄落，这啊，即摆话讲就啊，从长计议咯。嗯。安尼对啦。哦，暂时按下。哎呀，重新来过，然后不了了之啦。哦，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够鬼啊！啊，咱即摆的想法啦。嗯。就是讲，假使你若安定哦，啊，国家输啊，啊，伊就台湾总督伊嘛是可能变成战乱啦。对。哦。对。啊，所以伊啦安尼。保持这个台湾中立，也无赞成，也无迄个后摆伊减一条罪啊。对啊，对啊。有可能是安尼啦。对。但是这个安定后来就甲陈仪接手啦，办办好势了后，对吼。安定就去哦，就个来上海啊。对。来上海，咱家的这个啥，讲这个这个啥，温馨啦吼。嘿。温馨伊拢讲吼，就安定去哦，日本人吼。掠去上海，然后就战乱心破。嘿，啊，我来感觉，那以阮的二代了解是讲，啊，战乱心破是东京哩，在在上海，对啊，在上海，系啊。哦，啊，但是伊许中国人家掠去上海是小心的啊。对啦，伊许中国人家啊，日本嘛会去家撤转来，迄落因为伊是日本籍的，伊当然是伫迄落日本东京。不是啊，迄是联军，迄是美国，不是日本的话，啊，日本的输啊，伊在人啊，啊是东京应该是联军的，就是只不过伊去掠去中国上海吼，就是中国输较快了去啦，反正会使安尼解释就对啦，哦，啊那去搞啊，无应该叫遐战乱，就战乱去搞联军，联军就是东京大先败，哦，就对啦，做一个哈，啊伊就去掠去，掠去啊搞这个。八月十几号的啊，吼，十月尾，说十一月号号的啊，啊，到过年的四月，服毒自杀啦，服毒自杀啦，嘿，伊是讲原来会叫中国甲创死啦，对，中国来袂甲你创死，中国会甲创死，中国会创死是，伊毋是一定讲你有罪才甲你创死啦，对，嘿，就是因为你。八年抗战，你日本人去侵中国，伊若甲你日本人放下去，中国人会，
对不？这份感情，因为就要疏通这个感情，就要给他冲个死啊！对，好、哦，而且、安定在当时是台湾，伊可能是讲，我做大，伊做大做大做几个月尔呢？你不如摆只来啊！这我无啥代志啊，无啥。伊还个少，个真少年滴啦。真少年啦，我那么老啊，伊上将嘞。啊，不过，你着若要爱你死，你着爱死啊，对吼？对，嗯。啊，所以咱就是讲吼。准讲日本人当家时，就买厝啊，东南亚啊咧，家己用吼。哦，咱就是讲人，伊就有迄个独立运动，唔在当家咧用。啊，咱无啦，咱无啦。哦，啊，咱无咧，事实上是有啦，有就是咱台湾一直拢脱节去啦，拢脱节去。如果这有是讲运动的人吼，拢是变讲个啥，变唔是主流啦。我即马吼，变唔是主流啦。还袂吼，你想我？讲一下，我吼足册，就是安怎嘞？你看哦，全世界这个历史哦，这落啊，独独这台湾人这个病啊，唔知安怎那严重个呢？永远袂团结。那一个人会当做足济个代志，那两个人搁勉强，那三个人开始做代志，一定就会分作三个、四个安尼，都安尼安尼冤家玲珑，你结我结你，安尼牛条来打牛某安尼，咱。台湾哦，将来一路行来，就是无团结，两字拢无学着，所以讲永远袂做一家两个啦。你有感觉无？你看到一个台湾人讲，两个人以上足团结的，落去团结一致落去做啥？这个代志吼，这个代志就是，我咧嘛是有迄、那个，咱咧讲咧，本来啥物代志拢有迄个原因结果啦，也有原因，是按照台湾人啊形成这款。这个袂团结，这块是啊，但是所有的道呢，运动特别是讲政治运动啊，咱拢无法度提出论述，对，提出一个迄个正确的论述出来啦。然后正确的论述，大家咧无迄个辩论的时阵，你就站得住啊，你就站得住啊，啊，你无迄个论述就站袂住。所以咱看了讲，今仔日的这个大众运动，吼，主要还是我要出头天啊！对啊，我要再做露台啊！足浅的，讲迄落，讲迄落理论就对啦。对，咱无吼，就我咧看个啦吼，因为是正后，阮入去就是，咱说讲是 YMCA 啦吼，基督教青年会啊，啊，啥物个之下，拢有在讨论这个代志啦。是，吼，比如安尼讲啦吼。阮有一个同学啦，伊是即落做台中六合院的学生啦，啊后来做台糖乌树啦、枪乌树啦、糖厂的厂长啦，我有即个朋友啦，即个朋友是车祸死去啊，阮当届时吼，学生嘛是分派啊，嘛有反对台独的啊，啊阮主张独立啊。这反对独立的人，当然是人有理论咯、一个理论讲，台湾在经济上，无得独立。我那朋友伊的迄落理论是安尼讲，台湾的，迄落经济上。讲无石油，无什么，无什么啦，嘿，天然的矿产无够，嘿。在正常，无得独立，无得一起各方经费的对啦，是，无得独立。因是相信安尼对啦，但阮只要辩论的时阵吼，阮感觉有法度，但是我都嘴讲的，你无证据啊。对，你提袂出个数字啦，讲哦，即马着金龟照什么所在，还佫有偌济安怎，什么对安怎。有数字嘛是，啊无发现讲会使的迄个资料啊。对啦，提出来，提袂出来。迄个到今仔日就会讲的啦，国民党来遮都七十年啊，都。都还佫过甲好势流流。佮有外国。我互伊搬家安尼去外国去买足济岛。那即摆咱会使甲讲，啊，就是证明啊。啊，在迄当时是无法度证明啦。啊，无法度证明，伫即个以外，这是经济问题以外，台湾要独立的迄个法律基础啦。对。问题。今仔日嘛是无人讲好势啊，因为这个法律基础吼，无几个对这个国际法律甲这个战争法律的迄款的这个遮尔啊复杂的迄落用足简单的论述讲，互咱台湾人民知影清楚安尼。无啦，咱毋是讲
人伊拢袂晓，毋是安尼。毋是袂晓，我咧意思讲，无人安尼做这个整个规套的迄落啦。啊，佫有啦，啊，佫有一个就是讲，啊，莫讲遐济啦，爱关心讲经济啦，啊，家己做好较要紧啦，安怎啦？你拢讲迄落有诶无啊？听讲会足新诶。台湾诶，这些分子开始顶悬诶领导阶层，嗯，伊本身就无爱，你知影对啦？嗯。所以有咧讲即款诶道理诶人，做网络顶看嘛有啊。嗯嗯。你听袂着？对。啊，所以在咱台湾是七十年即政治内底咧吼。嗯。吼、嗯。不论在你或者国民党做咧，都伊就讲伊的理论唔对。嗯。啊，你再讲台湾派吼，台湾派我是共款啦。嗯。啊，共款啦，会当甲你骗，啊，我袂懵讲啊，无讲迄个实在啦。但是咱发觉到安那，自这个过程，这七十年的大动运动的这过程，嘛真正有迄个理论出来啦。嗯。有理论出来啦。嗯。啊，迄个理论就是讲吼。你台湾要独立是袂，迄法律基础，唔是像咱即马家来讲，啊，我怎么出头天啊，我怎么要管啦、啊？嗯，啊，嘛不是安尼那条啦。事实上，吼，咱台湾从甲款上，本来从一直咧讲台语运动啦，虾米样？咱台湾一直甲家己的物件、家己的宝贝、家己的好的物件，丑化掉啦。嘿，对对，嘿，该讲个无。安尼自轻啦，妄自菲薄啦。啊，台湾人就是妄自菲薄。啊，这向一个困难的方面去做了。啊，过来你咧讲嘛，做大家都要做头人，依法的。嗯。就是台湾人啊，无爱为一个理想遐接来做。来坚定安尼。接来做。甘愿要做鸡头，无爱做牛尾安尼。那为了接来做，就是你接人的嘛。系啊。台湾人拢是台湾人，当然我是国父啊。嘿啦，大家拢即摆偌济国父，你敢知？家己自封国父呢，哈啊啊！家己搁找几大殿的国庙呢。所以这吼，这就是这个病。这吼，台湾人发生困难，嗯、啊，这个困难都叫得了时间累积，啊，经过七年啊，即摆愈过愈未清啊。对啊，对啊。所以讲，以前讲咱就是讲台独时，结果尾啊，才知影讲，拢讲白贼，为何咱予咱牙讲讲啊？原来甲尾来结果结论就是。台独就是一个假议题安尼，吼，啊，爱着迄个安尼，咱今仔足感谢咱啊吴老师吼，咱来甲咱安尼释疑安尼，吼，咱搁捌较侪咱这个啊国际上台湾，那也袂当讲出头天，也袂当讲啊要爱建国，要争做一个台湾国民，这条路那会遐尼啊坎坷，哦，这都是由后壁的迄落因素，啊，甲眼前咱所面对的迄个因素，啊，甲。过来要安怎做安尼？哦，啊，感谢各位。